我现在还没有任何的答案，因为我对于治疗真的是非常的害怕。小时候确诊这个病之后，我就常常在跑医院，要做非常多的检查，那其中抽血就是我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抽血我就是每次抽一定都会哭，我就是非常的怕痛，所以我当初就是听到打点滴啊、抽血啊什么的，我到现在还没有就是一个答案。如果治疗这么痛苦，我可以选择放弃吗？我是脊髓型肌肉萎缩症第三型的患者雪莉，这个疾病简称为 SNA。 最近 SNA 的药通过健保的资格了，但是我有办法用药吗？ Hello 大家好，是雪莉。今天这部影片是因为我明天要回高一那边去做一个大检查。如果有在长期关注我影片的人应该知道，就是我的病是脊髓型肌肉萎缩症嘛。那 SNA 这个疾病呢，它在以前是没有任何的药可以医治的，后来就是在几年前国外有研发这个 SNA 的药物，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通过，那价格也是非常的昂贵。我记得这样患者这样子一年下来好像也要2000万台币跑不掉吧，我记得，因为我有点忘记，反正那个就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负担得起的价格。那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就是 SNA 这个药物台湾的政府愿意帮我们负担这个金额，让 SNA 的患者们可以服用这些药。那这个药物的部分呢，目前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口服的，另外一个是注射的。那注射的话就是打脊椎，感觉超痛的，其实也是有一些资格上面的限制。那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会先给一些状况比较好的病友去做使用，因为如果就比如说你真的很严重的话，其实那个药的效果可能也没有什么用。不过这个药物的确是因人而异，就是有些人他服用了没有用，那有些人服用了他的状况就是有比以前再更好一点。但是我先声明，这个药不是会让我们痊愈。明天就是要去医院去做一些检查，看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可以去使用药物。那我个人呢，其实是一个很怕痛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就问医生说，那目前这个药物是指说口服药还是要注射的药物？医生就问我说，你满18了吗？我说满了。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没得选了，就是只有注射。我会怕没有错，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的状况可以好转一些，那就希望自己可以有这个用药资格。因为其实我身体我觉得近期算是退化蛮多的，都觉得没有什么力气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信心。但是明天的检查我也不确定项目有哪些。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一部影片就是记录下我在医院的过程。那因为我本身不是住高雄，所以我就提早了一晚来这边住。那明天早上的话要很早起来去做检查，我们就明天见吧。1.75，刚减掉98，这还在吗？
这比较准。我在医院里面都是有先问护理人员跟医生有没有办法录影，但是那个过程没有办法记录这样子。但是我有问他们说可不可以拍照，那拍照的部分是 OK 的，那我就会附上几张照片跟大家讲解一下那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还有会做哪一些检查。之前我回诊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签过同意书，那还有做过抽血的检查， X 光的部分应该就是留到下次再做，这次就是做一些基本的检查这样子。那测试肌力的部分呢，首先就是会先测试手的部分，不可能每个都记得，但是我就把记得的部分告诉大家。那首先我们进去呢，就是会看到桌面上面有一张纸，然后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圈。桌上呢会分别有杯子、硬币，还有会写几公克、几公斤的那种小铁块，还有沙包。评估的护理人员他会先叫我拿硬币的部分，他会拿几个硬币放在桌上，然后呢看我20秒内可以拿几个硬币起来，但就是用单手拿，就是他都是单手测试的。接下来就是会把铁块放进那个塑胶杯里面，然后看我可以拿到哪一个部分，还有把铁块移到就是他指定的圈圈里面，算是一些蛮基本的肌力测试。但是对于 SNA 的病友来说，有些动作真的是蛮困难的。而铁块我记得应该有3个左右吧，就是它的重量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就分很多细项做检查，所以我只是大略跟大家讲一下会做哪一些动作这样子。那检查的过程差不多大概10分钟有吧，所以我们也是测试蛮多的，然后他都要一一的写下来。还有一部分是他会给我一个按钮，就是那种 LED 灯的单手指去压，有没有办法把它压亮，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失败了。还有撕那个白纸的部分，他好像会把 A4 纸折成2折，就变这样子，1/4嘛，小小的，然后叫我把它撕开，看有没有力量把它撕开。那这其中就是，当然我有些动作也是没有办法做到。第一部分就是手的部分就结束了嘛，结束之后就是通过了，才可以就是做第二个部分。因为我并不是护理人员，也不是医生，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评分方式是什么的，没有自己衡量的方式，这个我就不清楚，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说。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移到病床上面，然后医生呢会帮你做一些检查，像是会敲你的关节呀，看有没有反应之类的，还有脚的一些动作没有办法做到，像是坐着有没有办法抬脚，躺着有没有办法抬脚，趴着有没有办法抬，但当然抬脚我都是没有办法的，就是没有力气，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走了嘛。那还有像是可不可以坐着脚，可不可以稍微移动啊？单靠脚就是不可以靠手的力量去帮他，但我也是就是几乎没有办法，脚踝的部分也没有办法像这样子动，都是就是测试的方式，反正就是还有很多很多。接下来就看躺的时候，躺或趴，我的头有没有办法抬起来，或者是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左右看。因为毕竟病友其实就是不只是四肢嘛，我们的全身都是比较没有力气的，所以都必须要做这些测试才知道我们的肌力到哪一个部分。他还会叫我们
伸舌头，因为我们的舌头也是没有力气，然后他就是会颤抖这样子，会看就是有没有颤抖的部分，病友都有啦，这些的检查都非常的严谨，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必要的。第二个部分我很多没有办法做到，但是还是很庆幸的有通过了。第三个部分呢，会移动到地板上面，地板上面会铺两个地垫。进入到困难的部分了吗？我记得是有一样会叫你把手啊，看可不可以抬到哪边啊，哪个部分啊，像是脚的部分有没有办法自己弯曲啊，手的部分有没有办法之类的，他这边也会稍微做个测试。我觉得后面比较困难的是有两个，一个是像趴着的状态，然后手肘要撑着地板，看这样子可以撑几秒，但因为我没有办法自己撑起来，但撑着几秒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呢护理人员就是帮我就是撑起来，他把我上半部撑起来，然后我就弄好位置，确定好就撑在那边，然后撑个大概5到10秒，他要测试这个部分你的功能有没有比较稳定这样子。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从躺着的姿势，然后你有没有办法自己爬起来，那因为每个人爬起来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像是我如果自己躺着或趴着啊，我如果没有就是撑东撑西的，没有办法自己爬，我慢慢的再把姿势调整到坐姿，然后这个部分就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力气这样子，这部分就是比较辛苦的。总之会确认你的脚大腿啊小腿啊所有的肌肉都会帮你真真实实的检查到，确认你的肌力大概维持在哪一个部分，都到脚都是，所以就是检查都还蛮仔细的，可能有一些部分我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想起来，细节非常的多，所以我就是大致上跟大家讲会做哪一些东西，但是事实上面还要做更多的检查，结果是通过了，就是我有用药的资格，因为我当天也有问医生一些细节，所以我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治疗的部分。因为我现在只能选择打脊髓的方式，那打脊髓的方式有两个，一个部分就是不打麻醉，那不打麻醉的话就是敷那个麻醉的药布在你的脊髓那边嘛，会有点麻麻的，在注射那个药进去，注射的过程大概5分钟左右，注射完休息大概2-3个小时，观察一下没有问题就可以离开了。但是每一次回诊去注射这个药都需要就是做一系列的检查，那其中包括抽血，然后 X 光，还有验小便这些的，就是基本的检查。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全身麻醉，但是因为打脊髓嘛，本来就是真的蛮痛的，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很难去忍受吧。你前一天就要开始住院，然后住院的话就是会帮你打点滴，还有观察就是你对麻醉药物会不会过敏这样子。点滴针我记得应该就是一直插着吧，然后到了隔天再帮你施打药物之前会再放那个麻醉药进去，没多久就会睡着了，睡着的话就是赶快在你睡觉的期间施打药物，打完就是5分钟嘛，差不多你打完过没多久就会醒来了，醒来了一样就是休息2-3个小时，没有问题了再出院。但是因为第一年呢要做比较多次这个疗程，就是总共要做6次，然后第二年开始每一年都是4次，然后第一年就是比较频繁，然后我有请医生帮我画了一个那个图，就放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那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图，如果真的有说错的话我真的会打字幕更正。那我没记错的话，第一周就先打嘛，然后过2个礼拜再打第二次，然后再来好像就是1个月吧，然后好像2个月、4个月这样子。我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记得很仔细，但是我记得前3次就是非常的频繁，好像1-2个月就是要做
总共三次，如果每隔几个月就要去住一次院，然后还要每次都做这些检查，其实我会觉得很疲惫。总之，我已经跟大家讲完大概的状况了，接下来就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其实现在已经过好几天，我才回来录这个影片啦。我大概想了一个礼拜有了吧，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任何的答案，因为我对于治疗真的是非常的害怕。小时候确诊这个病之后，我就常常在跑医院，要做非常多的检查，那其中抽血就是我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抽血我就是每次抽一定都会哭，我就是非常的怕痛，所以我当初就是听到打点滴啊、抽血啊什么的，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就是一个答案。或许就是荧幕面前的你觉得这些检查就不就是很正常的吗？不愿意一定要有的，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很煎熬的事情，毕竟这也不是就是去一两次就可以改变的嘛，以后都得这样子，你就是要终身治疗。我知道就是每个人包括观众包括我身边的人一定会希望我去做治疗，我也要去衡量我有没有办法真的可以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有些病友他们我也是有听说他们就是也是会害怕，所以可能就是会选择等未来有没有这个机会有口服的药，因为现在其实有口服药，但是没有健保开放给成年以上的人，所以他们就会想要等等看。可是当然说身边的人会一直希望我去做治疗，这个部分是很有压力的，因为我也不是不想做治疗，只是这些过程真的非常的痛苦，因为我真的太怕打针了，然后我当天回来直接做噩梦。我梦到有僵尸在追我，然后拿针要插我，然后他拿针插我那一刻我就醒来了，我醒来的时候还觉得我的手在痛，后来我就不敢睡回去。不管我最后的选择是什么，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体谅我的选择，因为我一定是经过衡量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件事情。如果我没有办法克服，然后去做了这些事，我觉得那个过程我一定会很崩溃，很想死，我不想要那样，所以我希望自己想清楚以后再去做这个治疗的效果，就是像我前面讲的因人而异，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效。那我是我听医生说了，因为他们每次都会做检查嘛，那一年后你退步了，或者是这个药对你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他们就会停止给你使用，这样子就代表说这个药对你是没有效果的嘛，那是的，在你身上没有用，不如就是去给其他有需要的病友这样子。我知道就是这次的检查的结果都是得来不易的，就是一个努力的过程，当然通过可以用药资格我也很开心，但是我希望自己是想清楚再去做这件事情，也不用在底下就是建议说我要不要去做治疗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就已经跟大家讲说我要自己想清楚，所以别人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我，但这部分就是比较不好意思，因为治疗真的太痛苦了。我都很感谢身边关心我关怀我的每一个人，也感谢就是荧幕面前的观众可以陪我到今天。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我的未来都是开开心心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吧，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问我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我知道的话会回复你。然后以上如果我有任何说错的地方也可以在留言指正我，因为今天的就资讯量真的有点多，所以如果讲错的话请多多包涵跟见谅。我也非常的高兴就是政府愿意帮助我们这些 SMA 的病友，不管说未来有没有要用药，我都非常的感谢政府可以愿意替罕病而跨出这一步，因为这些药就是真的非常的昂贵，不是一般人就可以付出来的，真的非常的感谢。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今天的影片有点长，所以谢谢大家看完。